乐 ，Hello， 熊猫呵呵，你好你好，格雷奈奇普，初次见面也好忐忑，好在我们都是黑白色。Hello Hello， 熊猫呵呵，你好你好，格雷奈奇普，一个你呀加一个我。鼹鼠第24集鸟蛋看护奇遇记。哇，竹笋的味道。早上好呀，呵呵，我母亲生病了，我要马上回去一趟，想请你帮个小忙。没问题，帮什么忙说吧。你先答应我吗？啊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谢谢。其实嘛，就是想请你帮我照看下孩子。照看孩子。呵呵，答应帮我照看孩子了。等一下，雀婶，孩子怎么照看呢？呵呵呵呵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吗？需要帮助啊。原来他是个蛋呢，我们应该怎么照顾他呢？我想应该就是照着看吧。你快看，蛋宝宝动了。别闹了，我可是一直没眨眼。说不定是你睡着的时候梦到的呢。它真的动了，说不定蛋宝宝就要出来了。快做好准备。蛋宝宝一定会喜欢这些的。等等，是不是少了些什么？说的是呢。哈哈，差点忘了那个。快看，它又动了。嘿嘿嘿，我就知道蛋宝宝会喜欢这个的。糟了！我来接，我接。小鼹鼠，等等我。你别撑着了，放手吧。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朋友的。其实这并不高。呵呵，多亏你救了蛋宝宝。
不不不不，应该归功于你。不不不不，你才是大英雄。不不不不不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别谦虚了，谢谢你。应该谢谢你。应该谢谢你。谢你才对。哎呀，不要谦虚啦。你太谦虚了，哈哈，我们果然是最好的搭档。大宝宝呢？真没用，当父母真是太不容易了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不不不不，都是我的错。不，都怪我。我的责任更大。不不不不，都怪我。怪我怪我。蛋宝宝。那好像是狐狸先生家。嘿嘿嘿，食物的第一口总是最美味的，特别是自己送上门的食物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小鼹鼠，把蛋宝宝给我。啊！鼹鼠，接到蛋宝宝了，狐狸先生，快来追我呀 ！Oh no！ 我摔倒了。谁来救救蛋宝宝？谢谢盒子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呵呵，怎么办？蛋宝宝他……嘿嘿嘿，我早就用石头掉包了，我可不是只会吃竹子的。盒子，你真聪明，那我们赶紧带蛋宝宝回家吧。嗯嗯。嗨，你们好啊，我的小宝贝儿还好吗？
好的，好好的，您瞧。哎呦，我的心肝宝贝儿。妈妈，妈妈。嘿嘿嘿，小家伙，你看，这才是你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哎呦喂，我的小心肝，小宝贝儿。要想有收获，就要先努力。我要加杠。你最好朋友拉起了双手，阳光下一起走，穿越过树林，花儿伴随着，一阵阵笑声回荡在空中，闪烁的星空，风中有你我最真诚的守候。好朋友拉起了双手，阳光下一起走，穿越过树林，花儿伴随着，一阵阵笑声回荡在空中，闪烁的星空，风中有你我最真诚的守候。